夠鐘嚇，我夠鐘去做子宮頸篩查。你又唔舒服咩？冇啊。但你唔係收咗經咩？屋企又冇人有子宮頸啊？就算收咗經，冇症狀，冇家族病史，都要做篩查噶。要預防子宮頸癌，25至64歲曾有性經驗嘅婦女都要定期接受篩查。錫自己做咗篩查未？上 cervicalscreening.gov.hk 睇下啦～